培训课程。没有精益，戴尔不可能超越 IBM。 没有精益，丰田不可能取代通用。精益生产方式是目前全球企业公认的以最低成本生产出最高品质产品的管理运营方式，是企业赢取市场的杀手锏，是中国企业面临全球化竞争的必修之课。精益六西格玛黑带大师杨斌玉老师，以15年世界500强日系企业管理经验，结合亲自辅导的3大咨询案例，将精益管理具体形象地呈现在您眼前。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到结果反馈，直至持续改善机制的建立，带您深入剖析3大知名企业精益改制的来龙去脉，揭示成功改制背后的点点滴滴，以最简单易行的学习，给您的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斌玉，华智集团副总裁，精益六西格玛黑带大师，中山大学总裁班特邀讲师，中国少数能用日语讲授精益课程的精益专家。杨斌玉老师拥有15年世界500强日系企业工作经验，精通日系企业在客户链、制造链、供应链的系统成本优化、系统效率提升以及质量管理工作。亲自辅导过的精益六西格玛黑带课题超过100个，曾为松下电器、科乐集团、三一重工等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各位企业家朋友，刚才结束了休息以后，再一次回到我们讲课的现场。在继续讲刚才的案例之前呢，我先简单的对前面做一个重复。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企业成本的精益管理之路。那说到成本的精益管理，自然就首先需要去对企业做一个系统的诊断，从而发现企业的成本到底占的比重、浪费的比重最大的成本在什么地方，找到了以后再去进行改善啊，从而呢使相应的成本问题得以解决。我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思路呢，以某一个电机公司所生产的电机呢这样子为例，做了一个纵向的从财务的角度啊，3大成本、费用、工资和直接成本呢做了一个数据的分析，发现呢在这里头直接材料成本占的比重超过80%，同时呢在直接材料成本里头的定额材料成本的比重最大，而定额材料成本里边呢又是漆包线的成本占的比重最大。那不仅是占的比重大，而且从横向的这个价值流角度呢，可以看到无论从客户现场的品质表现，还是从我们制造现场最终的品质数据，都显示同样的结果啊，漆包线所出现的这个断线耐压的不良啊是最多的。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去改善企业的这个定额材料成本在现场的这个物料消耗，就把它转化成为去研究定址和转址品质不良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而这里给大家介绍和分享的是转址品质不良的改善项目，它又从两个角度啊，一个是断线，一个是耐压，这两个角度往下深入。好，我们对这两个断线和耐压它的具体数据啊，通过第一阶段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同时把现场的数据采集渠道给它建立健全以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实际上就是实现从实际问题到统计问题的转换，而这个转换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说把这个不良的结果和产生不良的流程给它连接起来啊。到了这个流程以后，再通过大家的经验的提炼呢，去锁定
这个流程里头有哪一些关键的岗位直接影响到我这个不良的结果啊？后面锁定了两个关键的岗位，那对这两个关键的岗位又进行输入因素的分析，分别从人机调法、环测量、其他等等六大方面进行因素的全面查找，找到以后呢，再把这些因素啊，通过定性的这个放到漏斗里去筛选啊，所以呢，最终这个定性的筛选呢，找到了啊相应的快赢风险防范改善机会的同时，也锁定了我们初步认为影响这个断线和耐压不良的重要因子啊，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而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要遵循的就是一个叫因果定律啊，相信这个不良的结果一定是由原因产生的。再一个是二八原则，也就是说影响我们这个不良的80%，它往往是这个对应流程关键岗位里头的占有20%少数关键的要因。而这个少数关键要因的确定和查找，其实在很多企业往往依赖于是经验啊。我们前面所提到经验它有两个局限，除此之外呢，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也不容易找。而我现在面临的这家电机公司呢，虽然是800多人，实际上除了他们的研发啊，新产品研发人员呢，有几个大学生本科以外的话，其他的啊，现场最高的学历是大专，而且只有那么两三个，大部分是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而现在给大家展示看到的这个 PPT 报告，做的这个报告的话，告诉各位，不是什么大学生做出来的啊，也更加不是研究生做出来，而是仅仅只有初中毕业，但是呢，在现场工作了5-6年的啊，这样子的一般的低素质人才啊，他能够做出这么美观漂亮的那个报告。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他理解了怎么样去系统分析问题的这个思路，掌握了啊。自己经验专业技术不足啊，弥补这个不足的相应改善工具，并且有效地利用这些改善工具呢，达成我们的改善目标啊，这个也是这个课题啊，解决本身以外的非常重要对人才培养的这个附属的成果啊。可以这样说，前面我们通过第一阶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有经验的员工和没有经验的、没有技术力的员工，他们所生产出来的结果、品质结果差异比较大。而像这个电机的产品，虽然说它的那个技术不是特别高深，但是要想培养一个有经验的员工，也大概需要2到3年的时间，就是经验技术非常好的员工2到3年。而我们通过做这些发现改善的问题点，而且呢引入相应的精益6σ的改善思路、路径、方法和工具以后让他们在自己自主去做改善项目的同时，去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而呢能够把原来有经验的人的经验呢能够系统的被挖掘提炼出来把它标准化、可视化，然后呢再把这一套东西呢再反过去交给新手，让新手在有限的时间、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快速的去把握住我这个岗位的操作的本质把握住这个产品品质保证的关键的要点，从而大大缩短了新员工在现场成长为老员工的时间和周期因为总体的这个项目我们帮他一共做了7个月的时间，项目结束以后提炼出来这一套那个改善分析方法论和相应的不同关键岗位作业的有效标准化文件，反过去再去培养那些新入职的员工呢，就把他们对于一个新人的培养周期由
2到3年缩短到半年的时间啊，基本上新员工也能够通过这半年的培养啊，达到原来非常有经验老员工的80%的水平。这个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种在人力成本上的一个节约。好，插入这个胶带以后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前面呢，先是进行了一个定性的筛选，所谓定性筛选的话，还是啊把大家的经验提炼起来，通过正面和风险反面的一个评价和筛选。那么筛选出来这个十几个的要素呢，哎，我们就会到现场进行验证，同时啊去进行改善。所以呢，由这里我们就得出了14个改善的机会，以及针对影响我们那个耐压不良的5个重要的因子。好，接下来呢，把一些重点的有代表性的改善呢，大概有10个，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展示说明一下。至于说比较复杂的这个分析和改善呢，就没有再放到这上面来。这样子实际上就到了我们第3个阶段，就是现场的验证，就定量的验证、分析和改善的阶段。而这个呢，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实际问题到统计问题里头，我们到了哪一个呢？是从统计问题到统计解决方案这个环节。它在这个现场的验证和改善过程当中，它实际上就是去发现啊，我少数关键的这个重点环节岗位的要因呢，它和我们这个不良结果之间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如果发现这个规律以后，再根据这个发现的规律再去进行改善的时候，就从统计的方案回到实际的解决方案里头来了。好，正是因为如此的话，我们就发现它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说产生耐压不良的也好，断线的也好，主要在现场是以3种形式啊体现出来的。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在现场磕磕碰碰啊，把它在制造过程当中，跟这个岗位、跟这个产品周围相关联的一些铁的啊比较锋利的这个部件啊，或者支架等等，对它的磕磕碰碰。这样的就会造成它气包线表面的那个绝缘漆的这个划伤，从而呢最终导致它的耐压不良，导致它的断线啊。好，第二个大的部分，哎，是它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现场的这个灰尘啊，脏的东西，它很多这些灰尘的话，它是带有金属性质的啊，这些灰尘如果夹杂到我们这个线圈里边呢，在后期的组装运转过程当中，由于电流的这个震动，一样也会把气包线的绝缘漆给它划坏啊，从而呢导致那个断线和耐压的不良啊。好，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第三个大的方面呢，实际上就是人为操作的一个失误啊。如果说前面2个是现场它的不同的客观环境，而后面这个呢是指的人的标准操作的问题。哎，由于我的误动作或者怎么样啊，导致呢，哎，我的气包线表面的漆被划伤。好，针对这3大方面呢，它就到现场每个环节，特别是重点环节和重点的要素那里啊，进行深入的一个探讨、分析以及改善。那么我们第一个改善呢，它主要针对是转子车间的槽子机啊，因为槽子机呢，很容易去刮伤这个气包线，所以对它有一个大修的计划啊。那么改善2呢，是把转子切线头呢，哎，这个地方怎么样能够给它切得更加准确，而不要误操作切到那个线上面去了啊，不应该切的地方。第3个呢，是对于转子托架的一个改善
转子脱胎改善之前，它的表面是铝和铁啊，而且它那个棱角都比较锋利，所以容易去划伤这个气包线。那么改善以后，把它表面呢给它用胶给它那个粘住。但是第一次改善以后，这个胶啊粘的那个材料有点问题，所以容易还有这个胶的材料也有问题，所以呢它容易破损和脱落。好。后面呢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改善，就是改善了我粘上去的这个胶的材料，以及这个胶和这个铁粘的之间的这个粘接的材料啊，把它进行优化了以后，现在呢在用的时候它就可以比较耐用啊。第五个呢是去改善碰焊焊针啊，第六个是改善的平衡机和它的支架改良啊。第七个呢是改善平衡机它的洗刀固定螺丝，第八个的话是改善平衡机支座防碰撞，第九个呢是改善槽子机加油系统啊，第十个是绕线机的可视化的一个改善。通过前面有代表性的这个十大改善，我们就可以看到十大改善里头实际上又回到前面我说到的规律啊，所谓规律就是说三大规律啊，一个是由于啊我的这个岗位的边边角角碰撞而造成的这气包线的漆膜损伤，再一个就是环境的灰尘杂物啊混到这个转子里头而造成后续的啊我的气包线的损伤和耐压的不良。好，第三个就是人为的操作失误。所以所有的这些呢，我们不仅顺带的把现场的维持也做好了，设备的维护点检也给做好了，那么还要把所有的改善给它标准化啊，把它变成可视化的标准化，让交给现场的员工，同时呢对现场的关键岗位的执行呢，这个标准化的执行要进行定期的巡检和监控啊。在这里主要针对的是转子车间的三个工序，一个是槽子工序，一个是涤油后工序，再一个是转子绕线工序啊。那么这一套建好了以后，把这些改善的东西标准化的交并且移交给现场的同时呢，特别是对于新员工啊进行重新的我们改善以后的变化点以及技术要点的一个系统培训啊，这上面是写的新的培训的流程。培训包括理论的和实践的培训，考核也是一样。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通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改善以后，不仅人才改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提升，新员工的技术能力得到了很好的提升，而且这个项目指标本身呢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们来看一下对于第一个转子品质问题的断线的最终改善结果呢，我们达到了不良率降低到0.33%，它原来基线呢平均水平是0.54啊，而我的目标呢是0.38，现在呢我们降到目标以下0.33，不过离我们的标杆也就是0.27%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后面需要持续的改善。好，第二个耐压不良也是一样，由基线的0.36%呢降到现在的0.24%，比目标0.25%呢也有所降低，也就达成了我们的目标，但离标杆0.18%还是有距离。对于我们总体的转子品质不良的改善，也就是说我改善这两个小的不良，对于它整体大的不良的影响到底影响度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原来总体转子的不良平均水平在1.23%，它的目标是0.86%，目前我们降到的是0.82%啊，当然离标杆的0.62%也是还有一定的差距的啊。那所有这些改善带给这个企业啊，不仅是指标的变化、人员能力的提升，还有一个就是财务的收益。这个财务的收益其实就回到了最初我们物料消耗的那个材料成本上的收益啊，这样子一年呢大概能有十几万，因为仅仅只是针对转子，而且仅仅只是针对气包线啊，气包线里头这两个不良项目而已啊，这样子缩减下来一年十几万也不少了。好，到这里为止呢，我们就把第一个大的
案例，就是电机公司它的经营成本的诊断和配套的改善呢，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接下来呢，我们进行第二个公司案例，也就是说它是生产电子产品的啊，它的怎么样针对这个电子产品呢做经营的分析啊，以及成本的改善呢？这里呢，首先也是从企业的啊，它的这个产品成本构成开始入手。啊，这个企业的产品成本构成呢，和前面的电机公司有所不同啊，它是由四大部分构成。第一大部分是物料成本啊，这个是跟前面的职业材料成本是对应的。第二个是生产成本，第三个呢是销售、行政、研发的成本，第四个是其他的一些成本，包括运费啊、税费啊、等等。好，他们分别的比例呢，物料成本是占92%，生产成本在2.5%啊，行政、销售、研发成本是3.5%，其他那些成本大概在1%左右。好，这样的一个比例就决定了怎么样，它这个企业的一个特点。它这个企业挺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比较规模比较正规、比较大的 OEM 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它是生产手机的电路板。啊，他的客户都是一些非常有名的客户啊，比如说我们诺基亚、摩托罗拉呀、索爱呀等等。那么同样，他的供应商，因为他是主要以 OEM 为主导，所以呢，他这个供应商层面呢，不由他们做主，是由客户来进行选定，甚至包括他供应商的这个材料的价格啊，也是他客户进行决定的。那这个就给他们造成一个困扰，表面上呢他赚是赚那个加工费，但实际上呢客户又要求啊这家公司每一年要降低他的这个加工费用，换句话说他做完了成品以后，销售价格每一年要降低20%，又给他非常高的这个成本的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这个公司而言，他能够去想的，除了内部啊去进行不断的改善挖潜之外，再一个，由于他的材料成本占的比重非常大，所以他就只有针对供应商啊，针对原材料去做文章。可是刚才我们讲到他这个前提，因为他的供应商也很大牌，他是由客户确定的，所以这些供应商他根本就不去理睬这家企业，啊，出了问题以后也不很好的去对应。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他如何去降低他的这个材料成本，就成为他的一个首要关注的一个课题了。那么这家公司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之前啊，因为他的客户都是一些有名的大型客户，不管是摩托罗拉还是诺基亚还是索爱，他们对品质的要求非常高啊。那么为了要保证客户的品质的话，他们投入大量的现场啊出货检验的人员来去保证这个客户的品质，结果发现那个后面成品出现品质问题的主要呢是什么？是其中啊一款的物料叫 FPC 这种物料啊，它主要是这种物料的品质问题出现的比较多。好了，那发现这个以后，他又追加了大量的人员去做怎么样进货检验，以及呢进货检验它属于抽检嘛，然后到生产现场的时候呢又加了一个叫收入检查，这是他们叫的名称。但实际上这一批人他虽然不属于品管，但他属于制造车间现场，可是呢他的职责是什么？他不是抽检，而是对这个 FPC 的物料呢进行全检。那么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也是加了很多很多道检验的岗位环节，正是因为如此的话，对他们企业啊，大概这个企业也是800-900人左右，那么在这么多人里头，他不管是在哪个部门啊，在制造部也好，品管部也好，反正是从事检验的人员啊，这个人数加到一起居然占企业总人数的55%，啊，那是比例相当高了。一般企业来说的话，它的检验人员的数量顶多不会超过10%，
啊。在有一些那个现场管理非常好的企业呢，可能检验人员的数量啊，就从事检验人员的数量占整个企业人员数量的比例，也就是5%、6%左右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检验它是不增值的环节。好，那正是因为如此的话呢，这个企业啊，这样子确定了以后，他固然把客户的不良、客户的抱怨基本上给他杜绝了，但是企业内部的成本压力就日增月涨啊。检验人员那么多，需要人工成本啊，物料的不良一直不停的存在，而且供应商不听他们的话，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背景呢，我们来设立了这样子一个企业成本降低的公关方向是什么呢？就是直接的物料成本，而且在物料成本头选定FPC 这种物料，同时呢 FPC 供应商里头其中非常有名的一家供应商而以什么为核心呢？是以品质成本为核心。为什么以品质成本？因为前面我说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因为它起源是由于这个物料本身品质的不良，而这带来这个企业一系列的追加检验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呢，品质成本它实际上包括四大方面，一个是内部损失、外部损失，还有建立成本以及预防成本。显而易见呢，这个企业的整个品质成本超标，而它品质成本围绕的主要物料又是 FPC 这样的一个物料。好，那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就在现场评估的时候诊断的时候呢，从两个角度进行诊断了。第一个角度就是 FPC 物料的一个进货品质，在进货品质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两家供应商去看它的关键尺寸结果发现呢，关键尺寸如果我们这里现场去抽查的抽了几十个，而抽查的对象是他已经合格入库了这样子的一个物料的对象，然后让他们的人自己去检测。所不同的是什么？以前他们抽查检测的时候是把每一个数据去一个值跟它的那个规格进行比对，如果它只要在规格范围之内 OK 我就认为是合格，是这样的一种方式。而目前这一次呢，我们是选抽了30个样本的话，就不同的供应商分别抽了30个样本然后呢把测出来的这个数据呢把它都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在它的规格关键尺寸的规格范围之内把它变成一个图形一个正态分布的图形，然后从图形的这个变化趋势和图形的这个变化的幅宽大小呢来去综合判断这一批物料它满足规格的能力趋势如何只是呢我们的记录方式和判断方式发生了这样一点改变，但是这样一改变就发现了有很大的问题点比如说这个代号为 NOK 的供应商，它的同样的关键尺寸的这个数据呢30个数据就非常集中在规格的中心靠近中心，而且它的那个波动非常非常的小。好，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个 NOK 的供应商这方面的关键尺寸的保证能力是非常强的轻易呢不会出现不良品。好，另外一个3M 的供应商呢，他就跟他相反，同样的物料同样的尺寸的30个数据出来以后，在规格范围之内它的波动就非常大，就好像人长得比较胖需要减肥。另外呢这是一类的关键尺寸。那么有些人说那是不是就说 NOK 供应商就比 3M 的供应商要好呢？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另外一个关键的尺寸，刚才说只是一个方面的关键尺寸，现在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关键尺寸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 NOK 的供应商他所测到的数据的分布非常的过分大家可以看这个屏幕上面那个跟前面它的那个数据波动非常小，正好是两个极端变得波动非常大还不说，而且出现了明显的孤岛什么叫孤岛呢？就是说这30个数据里头它有大概20个数据是属于这一个系列的，另外10个数据呢属于跟它之间
中间就是有断层，那么这里就说明它很可能是不同的批次混在一起，是不是说那个孤岛实际上就是不合格的孤岛啊？那个是不是之前查出了的不合格退回去了，他们又把那些不合格的给它打散，再给它混到下一批运货里头，再把它运回来，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呢？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明显的可以看到，哎，那个孤岛层面就是不合格，而且是两批的产品。好，同样的道理呢，3M 的话呢，它也是波动那个比较大，同时它也有一个孤岛存在，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哎，它这个的关键尺寸和上一个的关键尺寸呢，其实它表现形式差不多啊，就是说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差，虽然也会有不良，但总体就比较稳定。而前面 NOK 的这个客户的话，它就稳定性极差，好的特别好，差的呢又特别差啊。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两家供应商都是有问题的啊，不仅有问题，而且这两家供应商的问题点还不一样。那么也是一样的，你看我们稍微改变了一下进货检验的数据啊，统计的方法和分析的方法呢，马上就可以发现供应商不同的问题点的方向。这样子呢，我们再给供应商提出改善要求的时候，就更加有针对性啊，更能让供应商信服和畏惧啊，更有利于我们物料的持续改进啊。那正是因为如此，其实也说明了我们这家客户他在供应商的，尽管追加了那么多检验人员，但是在供应商这个物料的品质管理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欠缺之处啊。另外一个就是当这个物料它一旦发现问题的时候，它整个联络的这个流程就太长了，因为它必须要先跟它的客户来说明，由客户再去找供应商，然后供应商再来去对应啊，所以整个这样就影响它的生产效率啊和品质保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这个FPC 物料它在制程方面的一个品质保证啊，我们看到它在制程方面，我挑了一个车间，就是 SMT 车间，在这个车间不同工序呢，不同的时间段，它的不良率的这个波动趋势，也可以看到它的不良率的波动是非常大的。但尽管不良率的波动很大，可是在制程上面，我们它是做了那个工程能力指数的一个管理，也就是 CPCBK 的管理就是前面我们在进货检验所提到的，把那个分析方式进行改变，也就是变成去看它的 CPCBK。 好，在它在进货检没有做，但在过程制程管理这方面有做啊，还有在出货检验这一块也有去关注啊，但是的话呢，出来的结果就是 CPCBK 啊都非常好，大于二。大于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整个流程能力，它的这个波动虽然有波动，但它的波动范围比起它的规格要求来说，波动范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可实际上呢，还是出现不良问题啊，移到下一道工序，而且跑到客户那里，所以他才追加大量的过程检验人员和出货检验人员。那这里就说明是什么呢？说明我们前面制程上面的管理规格范围太宽，所以才导致说我现场的波动虽然那么大，但是呢我的工程能力还是指数非常非常好。那么我们现场的工序的规格应该怎么样设定才合理呢？原则上应该从客户的对产品的规格要求倒推到制造现场不同工序的规格的一个设定啊，而且要把客户的要求呢还要更严格啊。比如客户要求这么宽的范围，那我们在现场的话就要控制的更加严格，这样子才对。只是比较遗憾的是呢，很多年过去以后，那么客户的要求，对这个产品的要求规格是越来越严，越来越严，所以它的要求的范围越来越窄啊。可是呢，我们现场的这个工艺标准呢，实际上是几年如一日，它就没有及时跟着一起去更新，所以才导致一方面呢，现场出来的这个工程能力指数啊 ，CPCBK 值都非常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出来挺多的不良品啊，你要留到客户那里，所以
才需要追加大量的出货检验人员和制程检验人员，哦，这也是他们主要的一个矛盾。啊，我们暂时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各位企业家朋友，咱们等一会儿再见，谢谢大家。各位企业家朋友，刚才结束了休息以后，再一次回到我们讲课的现场。有了物料和制程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作为我那么多检验人员，这些检验人员他真的检验它的有效性如何？尽管大家都知道，由于缺陷逃逸原理，不可能百分之百被检出来，但是的话呢，这个检验啊，它虽然不那个增值。可是反过来，他会不会说，反而由于这个检验的这个能力的误差，从而呢，造成无谓的浪费？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所在呢？啊，我们现在评价这件事情，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啊，由于检验判断的误差，导致呢原来我是合格的产品啊，就变成不合格的了啊，这样的就是无谓的这个质量损失出来了。还有是什么呢？我本来这个产品是合格的，但是我在检验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是电子产品、精密性产品，检验过程当中我给它增加了额外的不良，就造成它这个不良啊，也有这种情况存在。所以呢，检验人员多，检验环节多，不仅是增加的是检验的人工成本，还有可能增加的就是啊它的材料报废损耗成本啊，并且由于人一多，不同的人判断的差异也会导致这种误判断带来的这个损耗啊。因为如果要是不合格的，我把它判断合格的留到客户那里，那就所带来的质量赔款损失就会更大。不管是哪一种，作为检验来说，它的有效性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好，正是因为如此的话呢，我们就用检验有效性的这个测量系统分析评价来去看一下。分别从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呢，我们做了在进货检验的啊，抽其中的这个物料一个关键部分、关键尺寸去做这个测量系统分析。我们选了两个人，结果发现的话，它的这个操作者的变异非常非常严重，特别是重复性很严重啊。我们怎么做的呢？我抽了十个样本啊。那这十个样本呢，两个人，每个人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分别对这十个样本呢，它同样的部位尺寸呢啊进行测两次。当然这两次不是连续测的，比如我 A 测完以后，好，测完这十个走离开，然后 B 过来测 ，B 测完以后 A 再过来测，然后再另外一个人再过来测，好，就是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每个人会测两次，针对的都是同样的十个样本。好，在这种时候就来看，那么他测的结果的这个波动性和跟标准答案的这个差异，以及呢，同一个人我第一次测和第二次测之间的差异大小如何啊？所以会分为重复性和在线性两个方面的变异去判断。好，结果发现我们这两个方面判断不仅仅是关键尺寸，是靠那个我们的游标卡尺去测量的啊，这个关键尺寸。还是说靠目视去测量的这个外观的啊这个缺陷，都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存在啊。测量的结果啊，表明我们确实存在很大的一个风险。这个风险就是说，会把好的产品误判为不良的报废，或者是原来好的产品我在判断过程当中造成新的不良，或者是把不良的产品呢误判断成好的产品流到
客户流到下一道工序去啊。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判断上，关键尺寸呢，我只测量了那个进货检验这个岗位，但是外观的话，我把那个出货检验和最终检验啊，出货检验是品管做的，最终检验是现场的人员做的，他们的检验项目都是一样。还有进货检验和收入检验也是一样的，进货检验 IQC 是品管做的，收入检验呢是现场做的。好，就是说都做同一样事情的人，针对同样的样品，结果他们出来的那个水平差异波动是相当相当大，不仅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异，而且自己的这种稳定性，第一次和第二次稳定性也差异非常之大啊。再一个，跟标准答案之间的比呢，差别也很大，这样就导致了啊，我们那个检验有效性也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好，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分析，就得到了如果这家企业要去降低成本，要去从哪几个方面改。首先一个，我要提高我的这个物料的品质能力。好，接下来呢，我要到现场进行品质改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呢，要把现场的大家品质检验的有效性进行提升，并且这个检验有效性呢，还要跟我的供应商之间他们的出货检验进行比对啊，进行有效的统一。正是因为如此呢，我们当时在这个客户呢立了一个大的黑带项目，他们下面包含了八个小的项目。在这个公司内部，就是有七个小的项目，另外一个项目呢是供应商的项目啊，我们把那个最牛的供应商 FPC 最牛的供应商拉进来，一起来去做改善。所以当这个项目七个月结束以后，供应商的收获非常大啊，不光他们人员的那个能力的成长，而且他们的指标改善啊，那个成本降低的财务收益都非常非常大。而且供应商的人员在项目结束以后还是意犹未尽，哎，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他们改善的津津有味，并且呢，通过七个月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配合的话呢，原来很牛，根本就不理这个制造商的任何品质的情况，不会直接跟他进行对话。后来变成什么样？非常愿意过来跟他们一起讨论解决问题。因为这种改善对双方都有益的事情啊，而且一箭多雕的事情，是所有人都会感兴趣和去做的事。好，那么我们针对这个呢，下面讲这个例子呢，就讲它在上面总的这个大黑带的课题成果啊，而下面的分的八个小项目分别的成果啊，也就刚才咱们讲到的供应商所取得的成果，还有现场的那个进货检验有效性提升的成果，过程检验有效性提升的成果，以及出货检验提升的成果，还有现场的制造产品制造品质能力提升的结果啊，效率提升的结果等等，这些呢就不再去说了。那么解决的方法和思路其实跟前面我们那家客户分享的是大同小异。那接下来我们重点给大家讲的这个大黑带的课题是啊，降低 FPC 食物价值链的品质成本。它是从整个公司的系统层面去进行品质成本的一个构建和品质成本的一个运用。好，这里呢包括三大方面。第一大方面呢，是作为一个企业品质成本指标体系的一个搭建和应用。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PPT 里头所谓品质成本指标体系的全景图，它是指的什么呢？是如何把企业的财务系统指标和我们现场系统指标能够连接起来。都有一句话，一个城市要想富呢，必须要先修路。而在一个企业，它想成本去改善的话，它的基础啊，这个是我们在前面电机公司也大家初步有感觉，它的基础是什么？相当于一个城市的路的啊，在一个企业头的，就是成本的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呢，很多人说，那我制造现场我都有现成的指标，这个是没错，但是你制造现场的每个岗位的这些指标啊，它如何进行准确简单的统计啊，能够每一天日清日结，同时呢在一条线上如何去进行汇总，到了车间里头如何进行分析啊，最终呢又如何跟财务的几级指标进行一个有效的链接，从而再反映到
作为一个企业总体的三大报表其中啊非常重要的损益表这个里头呢，哎，我从正头可以直接看到啊，或者是间接的能够追溯到我上面损益表的任何疑点变化点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作为股东他投资的话，他能够很清楚的通过这个损益表知道他所投的每一分钱他到现场啊是用到哪一个环节发挥作用了。同时呢在现场去改善的时候呢，哎，怎么样我现场每个岗位的不同的改善的成果能够直接和间接的被反映到我的损益表上面。好，让公司知道我这一次导入金也好，下次导入六七个码也好，啊，这一次请了这家公司帮忙，下次请了另外一家公司帮忙，到底哪一家公司带给这个企业的综合效益是最大化呢？哎，怎么样能够从财务报表上综合体现出来呢？其实这所有的基础都是在于成本指标体系图的一个构建和连通，也就是在前面讲义之前我上面写的指标的上下通达啊。好，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以后，具体怎么去用呢？实际上想是通过两个方面啊，也就是说两条腿走路去运用。一个方面呢，我虽然是以品质成本作为一个载体，那么我这个指标体系建好以后，我可以把这个指标扩展到整个企业的成本体系指标啊，而不仅仅只限于品质了，还可以包括生产，包括效率，包括各个方面的这个指标，从而构成整个企业完整的这个成本指标体系，上下通达的指标体系，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的话，那我既然重点关注的是物料啊，是我的物料成本它占的比例超过90%，所以那么怎么样能够利用品质成本啊得到一个损失系数，最终呢对我们供应商的选择做一个参考，对物料的这个溢价作为有力的支持啊，其实是这两方面的作用。好，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是怎么样达成的。首先我们先来建它整个的指标体系，而这个指标体系呢，我们是以选中某一个产品型号，它分为内部损失、外部损失、鉴定成本、预防成本，然后它所包含的科目，然后这些科目转成指标，这些指标又跟现场不同的车间、不同的生产线、不同的岗位如何进行有效的链接。好，在这个链接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现在你们看到这个报告好像挺简单，但实际上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花了大概将近4个月的时间去来建这个系统，因为它这个企业相对来说比一般的企业的管理水平都要高很多啊。到现场乍一看的话，这种现场简单的不良、简单的浪费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它已经走过了这种低级错误时代。但是呢，哎，我们数据统计系统也相对比较完善，很多很多数据和报表，可是我们要把它链接起来是什么？就是指标的一一对应分解啊，还有互相之间不要矛盾啊，以及它的计算公式、统计方法如何简单有效，在这个对接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还是有很多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就涉及到企业系统的管理问题啊。先是通过财务这里做，然后现场做，然后两下再去链通，在这个4个月当中呢，主要解决这个指标体系的链通过程当中企业的基本管理建设的问题。好，把这个链通完了以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来收集数据了。收集数据去看，其实作为企业的成本改善啊，很多人一般习惯性的想法是说，我占的成本的比重最大的，我优先去砍，而且这一部分砍的那个幅度我应该要大一些才对，这个想法是没错的。但是实际上如果精确来说的话，应该具体是什么？是说我不应该出现的成本越高的话，或者是这个成本波动比较大的话呢，我就越应该去进行改善，这是我们真正浪费的空间。好，那所有的这些其实是取决于什么？
它有一个成本的一个平衡曲线，它最终的平衡点，也就是说呢，我的那个不同类的它的成本的话，不同类指标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成本也就是说它的平衡点应该怎么去找，怎么去设定这个很重要。所以的话呢，我们把整个系统建完了以后，收集这些数据收集完数据以后，根据这些数据的一个动态的这个波动趋势，还有跟它的标准成本它的平衡点进行比对，发现哪一部分成本不应该有的成本都是哪一些，从而呢去找到改善的切入点再把它立项，然后那个项目再去解决，从而那个项目解决了以后，它相应对应的这一块的问题也就解决了，那么对应这一块的浪费的成本呢也就把它进行改善了。好，这是第一大部分。第二大部分呢，那我们这个体系建好了以后，光是这一种用法的话呢，那还是比较那个亏了。以前我们经常说做一件事情要一箭双雕，那现在呢我们提倡做一件事情一定是一箭多雕。正是因为如此的话呢，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的好处和运用是什么呢，就是在食物价值链上面去建立品质成本系数好，所谓食物价值链其实就包含了我的这个原材料物料，比如说 FPC 它买进来的时候采购价格，然后它在制造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检验费用内部损失以及呢我有可能流到客户现场的外部损失，以及内部的预防成本等等，这些所有的成本它所花费的多少绝对会直接跟什么有关，跟这个物料最初的它的质量有关而这个物料的质量呢又是由这个供应商总体的这个质量系统来去决定的。正是因为如此的话呢，好，我们把这个整个横向的这条链如何建立起来，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食物价值链，因为我们希望在这个横向这条链上要让它价值最大化。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PPT， 在供应商这个层面，我们选择优秀的供应商的时候，其实一方面通过现场的一个体系文件的一个评审，它会得到相应的分数，然后在一个现场的实际操作和实际那个产品抽查的一个评价也会得到一个分数。那么这些不同的分数，我把它怎么样分成不同的等级？那它这个等级呢，再去找到比如说 FPC 这一类物料，它对应的进货检验呢，它的不良率的水平，跟它看它有没有一对应的关系这个一定有，所以只是看我们怎么样去找它之间的内在规律。好，这个找到以后，接下来同样的这个供应商，这个质量水平不良水平的FPC 物料，它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它所发生的内部损失的成本，好，鉴定成本、预防成本，以及到了客户端它所发生的外部损失成本等等到底是多少，把它这个对应的能够找到，从而呢把它串接起来，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系统。好，那么根据这个系统我就可以得到一个系数，这个系数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指的就是说我针对某一种物料的某一个品质不良的水平，就可以根据这个系数呢预测出来我在后面进行制造和到客户流动的过程当中，以企业目前的这个管理水平的话，它有可能带来的品质成本损失是多少。好，这样子呢再加上那个采购价格，才是真正的这个物料在整个食物价值链上的总体的这个物料成本，应该是这样子。好，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可以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在新供应商选择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的 PPT 这个举的例子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在新供应商选择，那我针对这种物料的话，我要选择4家备选的供应商。按照价格的
高低顺序把它排 ABCDEFG 啊，这样子排。假如我采购价格以价格最便宜的 A 家供应商为一的话呢，那 B 家供应商就是1.03，比它贵一点啊。那 C 家的哎也是一，跟 A 家是一样的啊。D 家的呢是1.09，E 家的1.11，F 加的1.15 ，G 加的1.16，等于相当于是后面的这些供应商，不同的供应商，它同类物料的采购价格会是最便宜的啊多少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如果说我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按照价格最便宜的角度去选择的话，我选择四家，肯定是选择什么 A、B、C、D 这四家，但是。如果你能够预先计算出来啊，根据它进货检验的或者送样检验的这种物料的啊不良的品质水平啊，最后得到它对应的后续品质成本系数以后，哎，然后你再去把它得到一个综合的成本，在综合的成本，也就整个在食物价值链。物料在整个食物价值链流动的时候，综合的成本，也就物料总成本的话呢，我们也是以最低为原则。但这时候的最低不是采购价格单价最低，而是在食物价值链物料流动的总成本的最低啊。这个最低来去看，也是同样四家，结果就发现应该是 C、D、E 还有 G。那个 G 呢，上面可以看到它就是所有采购价格最贵的这一家。好，第二个的话呢，就对现有供应商，那有些人说我现在供应商都已经确定了，我不需要再选择新的了，但现有供应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现有的供应商它其实因为你每个月对它供应商送来不同批次的这个品质的状况会有个跟踪管理，那么这个品质状况自然就会计算出来不同的每个月不同的这个品质成本系数，然后有了这以后，就得到我使用这家供应商的物料，我总体的使用的物料总成本是多少。那么这个总成本如果自己算起来高了，不合算了，那你就把这些数据和依据告诉现有的供应商，那实际上就可以把这个进行物料的压价啊。换句话说，你这个品质不良，就是说那个不良率啊，你增加了多少程度以后，那么你给我造成多少损失，所以我有理由要求你去降价，你应该降了多少，这样咱们才是合算。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哎，如果采购单价不变，然后供应商你可以给他一个选择，你进行品质改善，那么他品质改善以后改到哎我好高于原来的品质水平的话。那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它的总使用成本就会降低啊，它就赚到了啊。这个呢，就对于现有供应商的这个品质管理的运用，那么有这样子一个理论依据和方法论以后呢，并不光是凭空想象的，我们已经成功在好几家不同行业的企业，有电子行业，有钢铁行业，还有家电行业，去运用了这个品质成本系数都非常成功。接下来后面我们收集了这个系统建起来了，框架建起来以后，收集了两个月的数据啊，就品质成本的数据，分别得到了相应的品质成本系数。计算出来，根据这样的品质成本系数，我们就可以看到，哎，这个 FBC 这种物料里头，它在不同的机种所表现出来的损失价格又是多少，损失额是多少。好，然后呢，因为在这个我们做项目期间呢，没有进行新供应商的选择，所以呢，我们就对已有供应商决策管理的时候，哎，就把这个其中某一个型号 FPC 的 M0070 对应的这个机种，它的这个采购成本的话，光是四月份啊这一个月 M0070 这一个机种呢，它的生产量对应的。它使用成本的降低，因为跟供应商协商了，供应商同意降价了，因为它的品质那个恶化，所以光这一个机种一个月就节约了6.8万元的人民币啊，所以呢，这也就是非常实际的，我怎么样用成本系数在企业内部去运用的一个例子。好，那这个在我们系统管理的时候啊，就构成了。整个企业品质成本管理的 MSP 一个执行框架，这个执行框架啊，
最上端是我的财务系统分析报表，到最下端的生产系统基础数据，中间连着是品质成本的定义、管理、应用、数据分析成本统计最终呢把它能够提炼出来扩展到整个企业的所有的成本里头而这一些因为指标的采集用人工的话非常麻烦，所以呢一般都会跟企业的ERP 系统就跟IT 系统进行结合结合以后再去推广和应用。好，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多的是指这一套系统品质指标体系建立以后我在内部怎么样去发现那个改善的切入点，这第一大部分。然后在我整个价值链横向部分呢，我怎么样去对供应商做文章。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整个企业内部管理，在财务角度如何下面我做的改善项目呢能够很精准的直接和间接的反映在财务报表上。因为很多时候我在以前一般企业采取一个车间可能是一个平摊或者统算的这种方式，那么它一个车间头可能有几条生产线，那我这条生产线我是改好了，或这个设备改好了，可是别的生产线别的设备恶化了，所以最后总体来去看的话，可能这个车间它的品质改善成本改善反而它的结果是恶化的。好，这样子呢就对于现场的改善是不公平的。那么对于上面了解下面如何去判别哪一种改善更有效也是不是最好的一种方式。那我既然建立了上下通达的这个指标体系以后，就要一箭多雕，所以这第三雕呢就是我怎么样通过上下通达的这个指标体系的建立呢，从而让在财务层面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下面每一个不同点的指标的变化和反映到它的数量的指标水平的变化，数量多少的变化，以及及时根据市场的变动原则呢进行我标准单价的一个修正，从而呢真正的实现这种我下面的改善能够直接和间接的反映在财务报表上，财务报表上的每一分投资能够直接或间接的去了解你追溯到下面具体运用的环节主要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这里呢在上面也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头这个公司一下子做了几十个项目，那么这几十个项目以前的时候老总他会怎么说会说做的这些项目有收益我承认，但是这些收益的话金额至少打对折而现在呢老总就不再是这种想法了。比如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金融危机去年十一月份，以十一月份的数据已经有了金融危机的这种市场环境，但是由于这几十个项目他们在财务报表上体现出来就盈利了将近2亿这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有证据有力度的一个财务的指标。同时呢这是一方面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通过这个指标系统的一个搭建呢也把财务本身呢进行一个精英化的管理。作为财务来说，在大多数企业头它是做的什么呢，做的是核算会计功能，而没有去做管理和分析的这个会计功能。而管理分析在很多企业老总他其实期望于财务呢不仅仅只是告诉他我都花了哪些钱一些核算的数据是什么，还能够在他战略定位那个转型以及是产品的这个转向的过程当中能够提供财务的这个依据其实他是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个上下通达的指标体系健全了以后财务内部也是做这个管理的改善，同时呢会从不同的角度应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在这里呢我们就提出大概有四种方法水平分析法垂直分析法趋势分析法和因数分析法就是不同的方法去看这些数据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这些下面收集上来的数据，当然前提是先这个通过指标体系，我收集的数据及时准确。好，及时准确以后，如果不去分析、不去看、不去管理的话呢，实际上也是一种浪费。那么由这个去分析以后，才能真正实现对于不同的企业他们共同的要求，实现什么呢？对于新产品而言，实现销研产一体化；对于我们成熟产品的订单推进而言的话，能够实现产供销一体化的这个系统管理运作和改善，最终呢，真正达到整个企业它的系统成本的有步骤、有计划的一个降低和优化。好，今天上午呢，我们所讲的两大模块，暂时呢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啊，我简单的回顾一下，作为上午我们讲的这两大模块呢，它一大模块是以电机啊生产公司为例，来去从企业纵向的啊财务构面，它的那个产品成本结构的分析，锁定到我的直接材料，再到定额材料成本，再到气包线啊，最终呢发现是它品质问题，所以去立项，然后以这个品质问题呢，再是横向的啊，从客户的品质要求的角度，到现场制造品质的改善，最终呢实现了我们这个气包线在现场的这个物料消耗成本的降低，这样的一个目的。好，第二个案例呢是以电子产品啊，手机电路板，它其中材料成本占了超过90%，所以以这个材料成本为载体，来去建立健全整个企业内部的成本指标系统，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有效的去挖掘企业内部成本优化的切入点啊，实现有步骤、有计划的这个企业内部啊成本指标的一个优化，同时呢，还可以把回到物料的品质成本系数上，对供应商的选择，已有供应商物料的这个砍价的功能啊，作为一个有力的依据。好，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同时呢，去加强我们企业财务的这个精益财务管理、精益财务分析和改善，最终能够真正实现企业的销研产一体化和产供销一体化这样的一个目的。好，谢谢各位企业家朋友，今天上午的讲解呢就到此告一段落，我们下午再继续。本产品由北京中智信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制作。北京中智信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研发高端、前沿、深邃、理性、实用的管理培训类优秀视频教材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北京中智信达系列产品以企业的培训需求为导向，以解决企业管理实际问题为目标，传授最优秀的管理理念、技能和方法，推动员工的职业化与企业管理的规范化，帮助管理者及其企业走向成功。我公司已经陆续推出由北大、清华等高校著名教授、国内一流管理培训师和在惠普、盖洛普等著名企业担任过高级管理岗位的职业经理人主讲的国学智慧系列、国学应用系列、著名高校 MBA 核心课程系列、实战系列、名师系列、专业绩效考核系列、总裁汽车伴侣系列、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系列等十余种系列，百余套产品。同时，我们正与国内培训行业具有最高知名度的老师合作，更多产品在研发之中。详情请登录www.bjzzxd.com、elearning.sme.gov.cn， 敬请您的关注。中智信达致力于研发高端、前沿、深邃、理性、实用的管理培训产品，咨询热线400-650-1280，24小时咨询热线
818-5180。